好，我们来提一下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观念，就是无可取代的最大激励。在健身运动以及竞技运动还有各种休闲活动都非常蓬勃发展的今日呢，我们会觉得说呢，运动有很多很多的目标，有的包含提升心肺功能，有包含提升肌力，有包含提升肌耐力，有一些呢专门提升爆发力，有些呢专门取得运动专项技术。所以呢，在这种五花八门的运动选项里面，很多人会认为提升最大肌力其实只是诸多运动目标之一而已。但是呢，透过运动科学，我们理解到一件事情：最大肌力并不是诸多运动目标之一，而是推升所有运动能力背后的基础。也就是说，最大肌力是所有运动能力的基础。要探讨这样的观念呢，其实经过了蛮复杂的研究过程。不过呢，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从储备力量的观念来看。我们在运动场上所发挥的爆发力、耐力以及技术，其实都是奠基在强大的最大肌力之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当最大肌力，也就是说你人体所具备的最大力量，远大于你所做的任务所需的时候，你要对它加速、增加反复次数，或是做出困难的动作，都会变得简单。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假设呢做一个任务需要50公斤的力量，而你的身体的最大肌力是60公斤，这表示你对于这个动作大概无法加太快的速度，也无法增加太多的次数，因为你很快就会接近力竭。但是如果说透过有系统的训练，你把最大肌力从60公斤练到180公斤，这时候呢，在面对相同只需要50公斤的任务，你不但对它加速容易，你要增加反复次数也变得非常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最大肌力提升之后，我们在运动场上所需要的爆发力、肌耐力或者是复杂的技术都会因此而得到提升。而最大肌力更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真的有这样子提升的潜力。从研究上显示呢，爆发力或是肌耐力或是心肺功能或是运动技术各自有不同的提升潜力，而其中呢，爆发力提升的潜力相当小，肌耐力提升的潜力呢虽然并不小，但是呢它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特性，但只有最大肌力它可以长期提升，长期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位初学者开始做肌力训练，他可能会从30-40公斤，也就是说空杠铃加上小小的杠片，慢慢练习深蹲硬举。但是呢，经过了长期的训练，可能是十几个月，可能是2-3年，他可能可以举起接近200公斤的重量。当然，这个最后数字看个人的潜力。不过，所有的人都可以大幅远离自己在初学者的时期所使用的重量。这个大幅提升的肌力，其实呢背后所造成的改变，就是身体脱胎换骨的过程。你的肌肉量、你的骨密度、你的神经系统，还有你的动作控制，以及相关的代谢功能，全部都会为了要促成这个重量可以被提升而产生剧烈的改变。也就是说呢，这其实是一次科学性的人为引发的生长期。过去我们对于生长期这个概念呢，大概就停留在青少年时期人体剧烈成长的那几年。我们认为说呢，人体过了那几年之后，大概不会发生什么剧烈的改变。但是呢，透过运动科学以及重量训练数十年来累积的经验，我们发现呢，要让一个人透过重量训练去提升他的肌肉量，直接改变他的总体重，改变他的骨密度，这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主要是你需要花心力和时间。但是如果说你愿意花充分的时间去取得这件事情，更强壮的版本的你就可以去发挥更好的爆发力、更好的耐力，以及取得更好的运动技术。对于所有的一般大众来说，即便不以竞技运动为目标，其实呢，取得一个你最好的身体状态，对于生活品质也是无比的重要。